前两天和赛罗约了今天在这里对战，这个赛罗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不会是怕了吧？来了来了，着什么急嘛？说谁呢？谁怕了呀？我才不怕呢。哼，是吗？那你怎么来晚了？路上堵而已。是吗？那就开始吧。这么快就开始了吗？看我的贝利亚巨型死亡棍！好痛啊！你居然这么厉害，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看我的极速射线！你也挺厉害的嘛！你打得好痛啊！你也是！哎呀，我的心脏都快被你打出来了！这样，咱俩别这样打来打去的了，来一场别的比赛吧。什么比赛？你快说！这样，咱们俩都变成汽车，来一场对撞，谁先变形，谁就输了。可以呀，可是我不会变汽车。是吗？让我来教教你。真是太笨了。首先呢，你要把你的头缩进去，然后两个手用力往下按。当当，这样一个小蓝色轮子是红色的小汽车就出现了。然后你再站起来，用力的顶一下下面的保险杠，又变回了人偶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！我第一次知道我还能变汽车。嘿嘿，双种形态，不同转换嘛。人偶可以变汽车，汽车也可以变人偶。那好吧，我叫来捷豆奥特曼，你也叫上一个怪兽，咱们二对二，可以。那现在咱们就开始吧。来吧，我对你，让捷豆奥特曼对战巴尔坦星人。好呀，开始吧，我是不会认输的。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哈哈，不用说话了，开始比赛吧。第一轮，赛罗奥特曼对战贝利亚，开始了。哈，哇，快看，贝利亚被弹出来了，所以这轮赛罗获胜。哈哈，贝利亚，还是你提出来的游戏呢，快看，我赢了。你气死我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哼，我不服。咱们再看一下捷德和巴尔坦的，这边是捷德奥特曼，这边是巴尔坦星人，比赛一触即发，开始了。哇，快看，这一轮是我们的捷德奥特曼输了。哈哈，快看呀，这一轮是巴尔坦赢了。哼，别太得意了，现在来一场混战吧，来就来，谁怕谁呀。双方比赛开始。哇，快看，我们的赛罗变身了，我们的贝利亚也变身了，这边呢巴尔坦星人也变身了，最后连捷德都变身了，所以最后一轮混战还是打成平手。哼，不玩了不玩了，怎么都是平手。哈哈，看来咱们要下次决一胜负了。走了走了，不想和你玩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玩具，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